我去上面看一眼。然后这是个前锋，真实的一匹。什么？哇，一天没碰电脑这么多广告吗？我日，操！炸了炸了，这一波炸了！干嘛呀？我都没打三千。炸了呀，兄弟！你们输了，医生失误了，前锋也失误了，没了。我都不着急，我等个误认，他也拿我没办法呀。先知在漂移，魔术那不管。小木屋的先知跑掉了。
这个应该是医生，要么就先知。瓜皮误认一丢，然后他滑板加速了。炸了呀，保平了，前锋秀完了，狠呐、啊！只能打针对，然后往平局打了。这电机应该是压好了。跑这么远，先知真是能跑。没了，三跑的。那开局无人控那么多，不炸就怪了。顺点也不好，没找到医生。我想看一下二楼是不是医生，结果那是个魔术师。
哟，被你躲过去了！哎呦，好痛啊！我操！ 他特别喜欢跑马拉松，就很烦。完美过半。 他把治愈缴了，他临死把治愈缴了。
哎呦，这家伙没开这个门！好，差点跑了。 没有电器啊，这个电机空荡荡的。哎，先走到小木屋，踩个板子。 坑不好了，好快啊！我这还有张狂呢，兄弟，闪现交了，我现在还不好杀他了。 怎么这都空了呀？
干好了，牛逼！那医生打了个针，把事情摸好了，就彻底就炸了。哎呀，难受，真的快！我装了一个推进器，装了一个封印，八秒的时间，他把事情摸好了。这边有人苟起来了，调香师。他不让我挂。弹，他弹了。我得开个牌啊，不开牌的话我不知道人在哪，没办法。无所谓，让他用一瓶香水。前锋被摸好了，我怎么还抓了一个佣兵呢？真见了鬼了！现在不仅抓到了个佣兵，还抓到了一个前锋，欧皇斩，再斩，
这都能空，这个时候不拍照，拍照就炸，没必要。 赶紧拍照去蹲人。 挂了吧！哎，你这里有用吗？啊，删了吧，删了吧，什么东西啊，删了吧。 哎！我值，我应该把它挂了。 要平了。
停了停了停了，死了两个救人位。我又没挂了，我就损失多送了个技能给我吗？这是不打人救了。来一个走一个，懒得理。这队友也是蛮狠，真就不救了。
终止连跪，居然没有吗？ 亮的是调香师，这花了不少球吧。
卡了我一下呀。 D 大在这儿吗？